意大利 casting 是一个什么体验呢？首先来到这个选角的现场呢，你是要填表的，然后他们同时还有一个线上的一个调查问卷的一个系统，会收集你个人的基本信息，你的名字啊、税号啊、银行卡号、眼睛的颜色、头发的颜色、衣服的尺码，以及你能拍摄的这个暴露程度，你是只能上面露还是全身都能露。然后第二个环节呢，就是拍照以及一个访问啊，一个面试。那面试的问题就是问你现在居住在哪儿，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有车呀，因为你有车的话就可以对一些拍摄任务做一个迅速的响应。然后拍照这块呢，就是你拿着你信息的这个白板，然后拍张照片以及你全身的这个照片。如果你对演艺事业有很大的热情的话，你可以留意一下你们当地的这个选角的信息，以及你们当地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模特公司，但这些公司呢也许会让你交一个会费，然后才会给你派活啊。当然模特这个工作也不是特别稳定，不过希望大家能成为大明星，我好抱你们的大腿哦。